大家好，我是陈建仁，全民共享普发现金6000块即将可以领取了，只要符合这些资格皆可领取。我们设计了多元又方便的领取方式，请大家选择最适合的方式领取。特定族群不用登记，直接就入账。针对偏乡的乡亲，我们也将以登记造册的方式进行发放。现在让我来为大家示范线上登记如何领取。首先确认身份证尾数号码符合登记时间，拿出手机，接着输入网址，然后输入本人或代理人身份证字号，再输入金融机构账号，最后输入健保卡号，即可完成登记。若你想要以 ATM 领取，请记得携带金融卡及健保卡前往指定金融机构 ATM 进行操作，也可以选择邮局领现，带上健保卡前往邮局储汇柜台领取。全民共享普发现金，温暖照顾你，方便又快速。